大家好，我是玲玲。今天我要炒一道十多年前我吃过的一个自贡厨师炒的小煎五花肉，来点猫猫盐、白酒，这把五花肉搅匀就可以炒哦，在屋头炒就不用跑油锅，直接炒都可以。小火小五花肉，把五花肉煎到两面金黄哈，来点花椒，来勺醪糟、姜蒜、炒椒、少许豆瓣、白糖。现在的五花肉便宜啊哟，我主要很安逸的三鲜都才10块钱一斤，这一大堆才20块钱。你那边好多钱？小米辣、嫩姜、调椒、鸡精、几个房子？好，出锅。好香哦，我的五花肉。不扔了，好不好吃？肥，那种带甜，对，而且肥而不腻哈。哇，好吃！今天的小煎五花肉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你们还想看我炒什么？评论区告诉我。